徒步，抛弃所有的交通工具，用我们的双脚一路走到这里。我们将会走向台北市政府，跟我们的台北市长郝龙斌说，要求他保障给我们乐圣院民80-90岁的老人家有一个安宁的家园，可以颐养天年。所以我们要求政府不要迫迁他们，赶快把错误的工程停止下来做安全的体检。所以这是我们的诉求：反迫迁，反迫迁，不乐生，不乐生，反迫迁，反迫迁，不乐生，不乐生，机场停工。选做新庄机场的用地，大家今天白天有走过威仔镇从化区头前庄那边新庄赛道的朋友，跟我们介绍什么是威仔镇从化区，是今天的花园夜市那一带。当年代表地方监察院的报告，这不是我们在诬赖他们，当年的明代新庄明代他说威仔镇从化区未来有房价地价上涨的空间，怎么可以拿来做新庄机场？那新庄机场放哪里好？放在麻风病院最好，因为呢，新庄呢有了这个麻风病院，已经承受污名几十年了。既然要有捷运，又没地方盖机场，怎么可以盖在我的金鸡母上面？为什么不说把麻风病铲掉？当年没有人觉得这个决策有任何不对，是十几年以后，因为我们这么拼命抗争，监察院才去调出当年的会议记录，发现这么惊人的事实，发现这么赤裸裸的歧视。然后呢？来讨人厌的麻风病院，如果如他们顺利的铲走了，如果让湾仔镇从化区房价地价涨起来了，得利的是谁？是我们今天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你走过金庄的时候，有叫做徐炳坤的候选人，可能没有机会看到一个叫做蔡家福或叫做唐零零零的候选人，他们都是当地的大地主，他们都是有名的建商。如果有新庄人，你就会知道，得利的都是这些人，赚钱的都是这些人，有房子住又不用工作的都是这些人的小孩，绝对不会是我们。那我们青年乐圣联盟以及就是很多关心乐圣的学生跟社会人士，就是我们一起从新庄乐圣疗养院一路走到台北市政府。那这个路程是将近十八公里的路程。一路上呢，就是我们就是没有抛弃所有的交通工具，完全是用我们的双脚一步一步的走过来。那我们为什么要决定这个徒步的行动呢？是因为最近呢，乐圣疗养院在我们过去一直喊走山的事情，现在就是已经发生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状况，也是其中一个房舍叫主任舍，里面有8位平均年龄80-90岁的院民，他们的房间里面地板还有墙壁充满了裂缝。然后呢，我们要求检举他这个工程呢有很多错误的地方，我们要求他应该先停工，然后进行全面的安检，不要再就是让院民配合这个工程不断的搬迁。就是院民从2004年以来，很多人都搬了2-3次以上了，那这个过程中对这些院民是有很多很多的煎熬。走到头前庄，也看到原本这个捷运新庄机场，它的预定地其实就在头前庄，花园夜市附近的这个地方。因为地产的缘故，因为这个地方会发展，所以就搬到一个不会发展，而且只是一些麻风病人居住的地方。我们继续走，走到台北市，过了西门町。最后走到忠孝东路上，刚刚大家在忠孝东路也有听到，在过去无可瓜牛运动的时候，就在忠孝东路上发生的。那刚刚大家也经过松烟声援护树机场，这一路我们并不只是走17公里这样子而已，而是我们在这一路更看到很多在台湾持续发生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。台湾在过去因为要追求经济发展，追求一味的便利，所以牺牲了非常多的人。
我们今天走这17公里，就是回顾这个牺牲的过程，而且它到今天还在发生。在今年4月初，也就是一个月以前，乐生院的主恩社因为捷运机场工程的关系，受到非常严重的毁损。居住在里面的李德福阿伯，因为这个毁损的关系，被要求搬迁。当我们去找他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们，他不想搬，他就已经90几岁了，不良于行，每天都必须躺在床上，偶尔才能出来主恩社前面的这个花圃旁边晒晒太阳。他觉得这样生活很好，除了机场工程之外，他为什么要搬？为什么要因为今天捷运机场所造成的不安全搬家？但是捷运局在知道这个房屋毁损之后，马上就告诉院方这个房子不能住了。为了机场工程的继续的开挖，所以他要请里面住的院民全数搬离，全数搬离。主恩社里面有7个，不管是在就是听力上或者是各方面，其实都是比较弱势的老伯伯。在院方他们就是强势的告诉他们，你们星期五就要搬家，你们再过3天就得搬家。而这些他们要搬去的地方，其实根本就没有好好的进行修缮，连冷气什么都还没有装好，就要他们强行搬家。捷运局跟院方告诉我们，我们没有迫迁，我们没有强制要他们离开。但是当你告诉一个90岁、一个80几岁的老人说，你3天后就得搬家，因为你今天施工的不安全而造成这个房舍毁损，然后你叫他搬家，这难道不是迫迁吗？大家说说对不对？对，提供原屋续住，原屋续住，前机场，前机场，不乐生，不乐生，是走这段路。其实也是有一个象征，就是说10年来，其实我们乐生的抗争的路都非常的崎岖跟不平，就像新北市到台北市的这条路上。那我们沿着捷运的线走，也是希望说，在我们市民享受这个方便的捷运的方便的同时，也能够看到跟反省说，一个捷运的兴起是在这个国家错误的发展的主义的这个政策下面，它是怎么样的造成我们的弱势被牺牲，但其实它可以不必这样子的。那我们沿途这样子走，去感受跟贴近我们的土地，来了解说原来乐生院的问题跟就是这个就是裂缝的问题，其实是我们台湾10年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争议跟人权的问题。那我们希望说带着院民的他们的盼望跟需求，因为他们手脚不方便没办法出来走，那我们带着他们的愿望跟诉求来到台北市政府，希望现在是现任的市长侯宏斌，他当了快要8年的市长了，那他的下面的这个机关捷运局呢，做这个错误的工程，黄斌应该要出面负责。